心房颤动的目前治疗呢，有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大类。那么，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呢，就是让这种房颤终止发作，恢复正常的所谓的窦性心律。那么，药物治疗分为很多类啊，包括这个咱们常听说的有贝塔受体阻滞剂，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，比如说普罗帕酮、安点酮等一系列的药物，可以帮助咱们来转复，把房颤的发生呢转复为正常的窦性心律。但是还有一类呢，目前最近10年呢进展的比较快速的治疗呢，叫做射频消融治疗，或者叫做房颤的经导管的射频消融治疗。那么它这种治疗呢，是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，通过呢将这种电极导管送入到心房内，那么将这种产生房颤的这种心房肌，那么进行相应的电消融，射频消融或者叫做电隔离，使它失去这种房颤产生的机制，从而终止房颤的发生。那么也是可以起到这种控制甚至于治愈房颤的效果。